分。我们也希望以后还有对话的机会。那今天的话，请大家跟我一起谢谢中央大学姓名研究室的助理加班来帮我们服务，也谢谢两位回应人，谢谢大家很耐心的跟我们在一起。各位，他们今天只是说了说话而已。哦，还有，当然还有苦狼网的朋友，辛苦啊！全程转播。我们未来的话，应该这个系列还会继续下去。希望大家跟我们一起进步，一起提升我们的对话的品质。如果他们已经写了几万字，我们希望同分派不要同样的几千字而已。说来说去，哎，到最后就变成只有两个字，不是人权就是平权。对，希望能够升级，升级，把这个对话往上提升，看看我们是不是对我们的社会的复杂性能够有更多更深刻的了解。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光临，下一次见。